我看实况好像也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是 main 天狼星的，然后有开实况。是有贝克啊？贝克吗？嗯，是有很强的人玩天狼星，但他不是 main 天狼星的。这种的实况很有兴趣。他本身很强，但他不是 main 天狼星的。但这个的意思就是，他玩天狼星可能比其他 main 天狼星的人还强。就那个 AV 啊，他应该大部分角色都比其他人玩的好玩。对啊，对吧？只是他不是 main 那个，他 main 那个，他 main 那个朱蒙跟古特。天狼星后期不够力吗？不会啊，天狼星一打一是 OP 角，还可以自奶，然后又一堆位移。玩朱蒙的都会有报应。为什么？太 OP 了，不过我觉得还好。你觉得朱蒙没有很 OP 啊？有啦，但我觉得射手差不多，都看操作了。他一打一算 OP 的吧？嗯，那我的意思是，射手一打一都很 OP 啊，那要看操作，要看你可以把这角色玩到哪里。我一打一倒是很少看到那个鲁克刺激的，应该二打二比较强，对吧？鲁克二打二比较强。哇！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跳吧，跳右边，右边。我们先跳，大家就不敢跳了。他们那一组放弃了。他没来，他们都在那边。在那边干。然后有一组往幽灵镇走，红色的那一船，好，可能会跟我们撞到。我去那个东方堡垒。我去东方堡垒，我也在路上。First blood。追个啊！好，打了，走不？咱们去幽灵镇呗。我招都有了。看一下我。哎呀呀！打！打！打！看呢？哎呦，怎么会预判？可以哦。Nice 啊！都牛逼，知道大家起吗？还好吧。已经是还好了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基本的。嘿。OK。他们收完这里嘞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们是从下面跑上来的，这一组。New event 海边收完了，好，下面有一个可以收，有人哦，好，七等的，是欺负弱小，蓝 Q， Killing spree， 好，我们去下面吧，这边没人，不用浪费时间，啊，这附近都收过了。没错。Double kill。哎呀，选举了。怎么了？我那时候听得到你那个选举的声音。
拜托拜托拜托，干虾干虾干虾。Rampage。有波，哎呦干，等一下。Double kill。哇，哇，怎么这个？不知道。拜托拜托拜托。Killing spree。好，走吧。错过一个绿飞鞋啊，不用了。拜托拜托拜托。怒气护符。我要换这个吗？哎、啊，你要的、你要刀吗？你给我你。靠，要菜一那个。没有啊，你拿我的钥匙串。啊，我说我刚差点一到那个炸药桶，你知道吗？掉一波。按错了。Rampage。他怎么这样？我们去跟他们玩一下好了。好远哦。Unstoppable。他们是住海边那种。不同族。好了，我知道要去哪里找人。那个复活点应该会有人。哎呦，我们去 shopping， 刷一下。我800块。有人哦，他跳走。Killing spree。诶，在这里耶！你敢信？那共鸣大厅左边那个复活点是不是死了呢？是吧？战火。来来来，打吧！打这针。推那个拿，然后我们去钢头，我们去钢头。没有橘的吗？但我居然没水，你知道什么是橘的？右键。右键。刚才喝吧。我没有没有。好，可以可以。我继续复活点。Double kill。照理说他会复活他了，照理说。没复，感性，那我们去左边那个吧，空投。你打一下，哎，空投没了，别。我们在这边等，来来来，飞飞飞，一起飞。往左，往飞以后往哪？看情况，应该往左。哦，踩他们怎么样？这里这里这里踩不到吧？你踩到吗？踩得到，踩到，踩到！操他！哇塞！可以打，可以打！可以啊，拉一下啊，飞！多人！拉一下！我拉了，你看情况，我给你水，我给你水。到我这里有一个，你要来哪？你有看到是谁死了吗？是跟我们打那组吗？血少那个，对，跟我们打那组。好好好，那很好。我步哨架在那个，欸，有人有人哦。好。欸，看一下我。看一下我。要拉一下，要拉，要拉，要拉！不用拉了，可以了。Unstoppable。Double kill。让我拿这个。Dominating。Yes。I need the water。还有吗？有。哎、欸欸，有人。我往上走了，没光头了。还有个嗜血符。看，我把他捡走，不要给他们。
不理他们了。可以买水，就用水卖。 回血吧，来这边补炮台这边。来收炮台吧，你要赶快回血。来右边。有人在打空投。我在收炮台。不要收，收了吗？不要收。那我再盖。收掉。 哦，没差，盖吧。妈的，我们在所有人中间哦。没事啊，我们往左边就好了。往左边吧，至少封死这条路。封死就好了，没差。坐那里耶。 那还不错。你先收。下面的吗？你先拿这个，对对对，你把它拿走。我收这个。 不要架这个，好架这个。哎，有一个人在这，后面。嗯，不用来，不用来。你把好那个炮台。他几等？30多。好好好，打他。对对对，把他逼走就对了。我操！哎，你不要。哦，贝克哎，抱歉啊，顾问兄弟。 那箱子在动，他妈的！哎，对啊，不脑充，你把它收起来，可以。不要架这里，不要架这里，缺个草，缺个草。 好，架这，架这，架这，就架这。好，走吧。哎、欸，他们。好，双滚滚。开杆滚啊！ 还那个，他们刚变了两次的箱子，知道吗？我刚在杀前面那一组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是箱子了，然后被发现，他们跑走，然后再变箱子玩。<笑> 上面分数也太高了，正常的，正常的，快了，快了，快要可以卸载这个游戏了。要了了你一个收价钱的心愿吗？可以啦。